听众朋友们，在现代社会当中，为什么很多人的德性越来越缺少？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不知道自爱？人人都说我很爱生命，知道生命是非常可贵的。父母亲给了我们这个肉体，我们又有了这个灵魂，组合成一个人的身体。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能够让自己来爱护好，天天抽烟喝酒，天天虚度年华，又有很多人天天在做坏事，做的这些事呢，对人对己都是不利的，但是他天天在做。所以人的道德越来越沦丧啊！所以我们说，人如果不讲信义，如果人道德的沦丧，才会出现了一些不是人所应该做的事情。这就是人的德性现在变得越来越差。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说学做一个人不容易？因为人成即佛成，你做人做得不像人，你更何谈去学佛呢？台长跟大家讲，无论如何我们要爱护好自己。我们天天说要爱护生命，我们天天都在抽烟，明明知道喝酒会伤肝，抽烟会伤肺，我们还要这么做。明明知道今天出去比赛摩托车说不定哪天就回不来了，但是他还要去争斗好强。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因为心存邪念，而这个邪是人间之邪，这个邪就是没有智慧的意念，所以称之为邪。在佛法当中称之为邪思邪念，也就是说不正的思维，不正确的念头就称为邪念。在这里跟大家举个例子，你要说帮助人家，如果是用正常的心理去帮助人家，那就是正思正念。如果你用想占有人家或者想得到人家的回报，用这种方法你去帮助人家，那实际上这也是偏邪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邪念，存在诚心。我们在人间为什么要修戒定慧呢？戒是什么？就是要自己守戒律。守戒律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定要碰到不好的事情不能做，碰到不应该看的不应该看，碰到不能做的事情不做，不该说的就不说，这叫戒。我们在人间如果一个人不能戒的话，就会出大事情。比方说喝酒，你要守戒，你就不会喝得太多，不会醉，不会闯车祸，对不对？你在家里也好，跟孩子交往也好，跟自己亲人交往也好，如果你能守戒律，不去贪人家的，你就会能得到家里人对你的尊敬和爱戴。如果你整天想着我要去贪这个，我要去占这个便宜，很多父母亲利用小孩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，这也叫贪呢。而很多的孩子要利用父母亲，因为你是我的父母亲，你就必须为我做什么事情，这也叫贪呢。所以贪嗔痴要用戒定慧来去除啊，要定得下来，心要定得下来，人的身体才会好。要长智慧，这个人才不会在人间做错事情。所以不能贪嗔痴，要戒定慧。所以我们必须在人间
要断掉贪嗔痴，这样的话呢才能修德修福啊。因为人的德性是靠你戒定慧和断掉你贪嗔痴所得来的。你天天在贪这个贪那个，今天想要这个明天想要那个，实际上你就是没有德性。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，要懂得吃亏呀。整天想着占人家便宜的人，那就是小人呢。整天懂得吃亏的人，他就是圣人呢。所以一贪啊，一舍就能看出你的德性。所以我们教育孩子和做人都要修德呀。德是一个学佛的基本点，也是学佛的一个基础。如果这个人连基本的德性都没有，这个人是修不好佛的，这个人也学不好菩萨的。所以自己要孜孜不倦的努力学习，要启发性的学习修习自己的德性，努力的修持，经常的检讨自己有没有做到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常的检点自己的行为，那这个人一定会成佛。而同样，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每天做的事情，也不知道做的好事还是坏事，更不知道他是在作孽还是在作圣，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愚痴之人。听众朋友们，在人间实际上有很多人真的是非常的愚昧无知，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，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造口业，他们所有的行为他们都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做大孽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做的事情说的话和自己的意念都不知道在做什么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学佛者，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。所以在公司里，在单位里，在工厂里，不管是谁，你只要去多说人家，你只要去多对人家做不好的事情，你只要多对人家在意念当中残害伤害人家，实际上这个人已经不是正常人了。所以在我们中国的文学当中有一句话叫丧心病狂，说的就是说这个人攻击人家，造谣诽谤，污蔑人家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，也就是像重病一样，像得了重病一样，像这个人没有了心一样，这个人就是狂，疯狂的，不是人所能控制住他自己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要得到注意的事情。而同样在人间，有些人思维很不好，但是他的行为还没有去做，就像我们说啊，看见这个人很恨他，你心里想着这人最好早点死掉，但是呢你没有去残害他，实际上这也是缺德，这也是在作孽呀。因为意念它也是有因果的，今天你种下了这个善因，在意念当中你会得到善果，头上三尺有神灵啊。所以当很多人拼命的做坏事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就是在
自己的命运过不去。你很好的命，因为你经常的意念不好，经常的语言不好，经常的行为不好，让你本该有很好命运的人得到的是如此可悲的下场。所以我们学佛做人要克念作圣。什么叫克念作圣？要克制自己的念头，才能成为一个圣人。我们的念头不能让它像狂风暴雨一样在身心当中捶打着自己，我们要把自己的念头收回来，我们要把自己的念头能够好好的把它扶植成正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扶植成正果呀。如果任由自己的思绪去乱飞乱扑乱打，那你早点晚点就是人间所谓的精神病患者。所以很多的经文当中就说到了，迷则佛即众生啊，悟则众生即佛呀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个菩萨，你是一个佛，如果你迷惑了，你就是和众生一样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开悟的众生，你就是佛呀。所以我们学佛做人就是要开悟，因为当你开悟的众生，实际上你就是一个佛菩萨。而很多佛菩萨下到人间来救人，因为他被人间的色和财和其他的所迷惑，那他就是沦为众生了。